我一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就穿休闲鞋。之前派派吐槽我说为什么走路的时候突然开始练，但不能理解，就会坐在走路突然就开始。走路的时候突然会变这样。真的吗？我的关键词是什么？你的关键词是好高啊。好，还真没说出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